看你们没在休息。不是没在休息，是没有办法休息。没有办法休息。好忙啊。跳出来，我会再包，我一直会包啊。一直多，一直多点，我们就，我啊，都可以啊。那现在我走啊，哈，我这很简单，到底这两个，这没办法给你，我等一下再给你，然后。哦。我们现在是慢慢来。哦，看。哦，蚵仔真的很多，有的很大只，有的很小只，有点大，有点小只。老板娘真的太忙了，我没办法跟她对话，她太忙碌了。生意太好了。OK， 又到我们的这个欢乐时间了。哦，这个我有点老花啊、哦，有吗？应该是没有了。就是眼睛如果看东西看太近了，会觉得有点雾雾的。所以我通常要保持一个距离这样，然后我点了三样东西，他们的这念科吧，科爹，还有这个炸地瓜，还有韭菜卷，价钱在这里自己看。啊，这一家店算是，还算蛮有名的，虽然那个 Google 评论并没有很多，可是正常这种食物啊。哦，正常这种食物如果有到一两百评论都很厉害了，因为它不是那种旅游食物啊，啊，所以我来试看看。我是听朋友介绍说，这一家的炸物啊是无敌的，哦，来吃看看有没有那么无敌。那像地瓜球不沾这个的，我等一下再试试看这个是什么，地瓜球先试试看。不、哦，这边是啊，妹妹。
惊死人，那么脆哦、喔。哦。嗯。很脆很好吃哎。地瓜的话就是地瓜。然后我觉得脆度很高，他们的脆是真的很厉害、哦、我很少吃到有这么脆的食物啊，这个脆就是应该是都有斟酌过的，就是怎么设法让它脆成什么地步这样子。哦，那地瓜的话就地瓜嘛，哦，地瓜反正食材只要新鲜，然后切得够薄，炸得够多，炸得够熟，一般都是不会差到哪边去了。所以地瓜其实没什么好讲的，主要是他们的面皮啊很厉害。然后这个来试试看，你看这个外皮啊，这不用声音你就知道它是脆的了。怎么样？吃看看，先不沾酱。烤肉，会喷汁哦。哦，你会喷汁啊？好脆啊！它会喷汁哦。所以吃这个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，会喷汁的、哦。我等一下再吃另外一块，看会不会喷汁。都吓到我连裤子都湿了。吃韭菜卷，吃到裤子湿了。你看它在滴了，它刚才在滴。等一下我先吃。这个好好吃哦！妈哎，它给我的感觉比地瓜，因为我喜欢吃炸地瓜。我喜欢那个就是地瓜啦、番薯、马铃薯那一类的，我都还蛮喜欢的。然后这个啊，我靠，再吃一次，多吃点比较好，那个延长我那个窘迫的时间，想不出话的时间。但这个很好吃啊，其实我可以讲很多话了。啊，我跟你说，韭菜味十足，哦，韭菜味十足哦。啊，我不知道它的那个爆浆是怎么来的，一定会爆浆。那，一定会爆浆，我不知道它怎么爆的。好，一定会爆浆。然后外面这个脆啊，这个面衣我觉得是 top 的，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弄的，一定会爆浆。然后特好吃，它的好吃，哇，太好吃了啦！啊，这个这样叫炸地瓜何去何从，会无地自容的。这个真的太好吃了，它这个绿色的、啊、那个韭菜啊，一咬下去。哦，整个那个蔬菜的那烤的那个弹性呢，那个吃那种新鲜蔬菜的感觉，哦，新鲜蔬果的感觉马上就冲出来，马上就叫你让你的嘴巴，让你的牙齿有弹性。好好吃的。你看旁边有坐人，我来拍水，我赶快把它开箱完。好，来一块又一块的鹅啊，好，我们就抽查。好，我没有套好，我没有跟老板娘套好，一块又一块的鹅啊，我靠，这是怎样啊？是变种了吗？这个刚刚有拍他手握鹅，哇，
哦，这个不是泡好的。哦，看清楚这个鹅啊，阿娘喂，你长这么大了还被捞上来。哦，所以跟我们做人一样啊。哦，长大要懂事，哦，要懂得有那个危机意识。你不要长那么大啊，不对，这个好像是养殖的。嗯，哦，有烟。我操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说真的，我是不太敢吃。我可是如果够，如果有挑过了，我是可以试试看。我试试看啊。我还是配东西吃好了，挺新鲜的。但是我怕那种味道。你看，每一块一定遍布鹅啊，每一块都有。你看，每一块一定都有。你看，每一块都有。它没有一块是没有鹅啊的。啊，还有高丽菜，真的是高丽菜跟这个绿色好像是，好像是韭菜，不过高丽菜的味道蛮重的，然后它有加一些类似胡椒粉还是什么，反正就有一个调味的那个粉味在里面。啊，这个鹅啊很新鲜。反正我是配东西我敢吃，啊，单吃我就不太敢。我再吃一块，牺牲色香的。哦，哦不行，哦，哦太新鲜了，问他。啊，吃看看它的皮啊，哦，看这个皮啊，啊这个皮啊，吃这一块好了。哇，哦，会喷汁啊，肉，韭菜，然后加点咸味，好像是胡椒吧，对，胡椒，然后再加上那个满满的高丽菜，这高丽菜很满，然后我跟你说这个。这个旁边有网友就拍谁？现在这个皮呀、啊，是我吃过，你完全感觉不到它是那种还有面粉的感觉，它就是炸到已经那，它已经被完全脆化了，哦，完全脆化，就是你不会记得它是什么了。你只会觉得它就是一个很脆、很像饼干一样的东西，哦啊，而且它的皮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是把它弄到很薄，哦，我个人觉得是很好吃的，我来吃看看。哦，超多鹅啊，嗯，口味很好。不过我坦白说是，那个胡椒味啊，是略咸的，有一点点咸。嗯，不小心也会失手啊，多少嘛？略咸的，有可能是，反正就有可能是失手的。但是整个口味是非常好的，哦，这个脆度啊，无敌，比那个烤鸡的脆还脆。但是，啊，今天开箱就这样。嗯，因为我上一集有讲过，我不想太啰嗦，也不想太浪费时间。啊，因为是路边摊了。附近一直有人，所以我觉得我讲话很，对，俗话说得好，
你不害羞就换别人害羞嘛。哦，只是反正就觉得怪怪的啦，哦，不适合多讲，但是是很好吃的食物。总而言之，哦，我觉得地瓜是没什么啦，就是面皮很 OK 啊，但是地瓜就地瓜嘛，你要把地瓜哦弄成烤鹅不太可能了，地瓜就地瓜嘛。哦，啊，那它的这个，我想，你看，遗失的鹅啊，哦，遗失的鹅啊，这随时都会有鹅啊不小心掉下去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卷，哦，这个叫什么？葱？不是，韭菜卷，这个会爆浆，这个也会爆汁，这个那个叫什么？那个蚵爹，这个也会爆浆，哦，一切都蛮好吃啊。最重要的是他们的面皮很厉害，面皮，因为我吃过那种厚的，我觉得那个咬不下去的感觉没有很好，这个完全是脆的，所以连小朋友的牙齿都咬得下去。它那个裹得很薄，但是那个酥脆度啊很强，个人觉得是极品，可以推荐大家试看看。OK，啊，不好意思，我忘记加灵魂了，灵魂，它的灵魂的英文叫 soul 嘛，灵魂乐团。我看能不能有一个食物的灵魂的交响乐 ，OK。哇哇，不能拿这个字，那因为哈，我又觉得这个炖韭菜啊，它味道太强了。他直接把它味道全部压下去，所以不没有办法拿这个食，要用它比较清淡的才可以跟它混。啊，那我就单纯来试试看，哦，我就不吃东西啊，葛酱来吃看看就好了。OK。不行，嘴巴还是韭菜味。酱油的味道，我知道是蒜蓉酱了，蒜蓉酱加酱油，我觉得 OK 啊。这灵魂还 OK 啊，它味道没有很强。你不会觉得很抢戏，但是有一定的咸味，我觉得就是普通以上，做的还不错。对，还可以的，但是没有很大的感想，就觉得味道调配的 OK 啦，但是甜主要是甜咸度，微甜微咸。微蒜这样子，配什么都淡淡的，不错。OK， 其实啊，老板娘人蛮好的啦，只是一直维持这个样子。不要讲我了，因为我对面上来等一下。老板娘说她没办法等一下，我本来想要跟还有员工。哦，还有一个阿姨啊，长得不是长得啦，就是个性态度蛮好的，可是就聊不了，因为他们实在太忙了。哦，你看现在几点了？2:16，客人还这么多，哦，所以今天就作罢。不过这一餐是老板娘请的，然后他们也都很健谈，但是真的忙过头了，没办法跟我聊天，那就正中我下怀嘛。我上集讲过了，我已经很懒得再社交了，这样。对，啊，所以
大致上是先这样的、哦、因为社交其实这样，它是在一个自然的状态、哦、我可以自由的跟他们聊天，那种社交才是自然的。啊，一旦有摄影机，哦，那他奇怪，我也奇怪，这样，所以说，以后有机会再社交这样。